金杯，你这是……没事没事，奶奶，你就是吃太多了。时运刚才一直跟我家，喝点热茶解解腻就行了。金杯啊，你莫非是怀孕了？不会的，奶奶，不会的。头晕、乏力，喜欢酸的食物，前期呕吐，特征符合。而且我最近好像还胖。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。苏小姐，周医生，检查报告出来了。怎么样？苏小姐的尿检是阴性，彩超和血检都显示没有怀孕。没来月经呢，跟压力过大、营养跟不上呢，都有关系。反胃应该是因为长期节食，而你现在呢，又突然之间食量过大引起的。您还年轻，以后啊，肯定会有的。以前我们都有过一厢情愿的爱情，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情是让两个人都感到快乐。希望你能抓住那个让你快乐的女孩。梓潼，照顾好自己。周时运，从今往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贵，健康还是疾病，你是否愿意永远爱着你身前这位女士，照顾她，尊重她，接纳她，永远对她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尽头？我愿意。